练什么跳跳虎？跳跳虎成渣渣了，还跳跳虎？跳到井盖里面去不错。还细呢，这小伙子。我也吸一下，爽。贴脸给鸟干嘛呀？我吸了一只鸟了。
这不会是一个有必要去玩了。还玩手机，你们哎，不，我能出去，我能出去玩的。哎呀，我操！喂 ，Q 你爬 Q， 你别摸了 Q， 你别摸了，你摸了没用啊，你爬呀！爬，你摸了有啥意义啊？别摸！你爬这么慢，你没点含加速吗？慢点，慢点，救我！慢点，慢点，我别死了，好啊！哎，查到问题不大。干嘛、哎、你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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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行，为什么不摸我？强摸我，咱们就跑了。超Q你不行。哎，我在小木屋。我在大房。我去润滑剂了。这电机出的、嗯、这个人在科院杰克杰克原皮原味皮肤他抓我抓我抓我抓在森林里面了森林行麦宁又说不了话哎你为什么不说话他都这样啊我在修机子啊耶耶耶追我了小八小八第二追我了追我了、哦、没开麦我在修机子，刷包。我知道呀。你开不开麦，你都不说话，好的。有点道理。你永远是那么一个沉默的魔上人。你要干啥呢？摸摸六四台，好吧。起步啊。你想的美好吧他这个憨憨感觉是我刚才看得出来这位仁兄你是插眼吗哟这个
个乌刃从我旁边划过去了，但是我没死。混个插刀可以的。他技能教过吗？技能没教过。啊，那可以技能。他们都喜欢带金身的人。要骗哪一些？打你板子。可以。来四。你那没死的，为什么到现在还剩四台电机？快亮了，我快亮了。关键那边两台也快亮了，我应该，我这快亮了。别晃，别晃。我输的慢，我前后射击得弱。哦，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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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了，关键这边也亮了，关键还开了，开了这边再射击。教学配金身，这波看好了啊。看到没有？啊，骗出来了吗？这土拨太年轻了，还差太点整机啊！我卡血了，你们修，你们修吧，还得过来皮了。哎，谁没修机啊？哎，你们再扛一刀，你们再扛一刀，我能摇下来。二弟，你死在我面前，我可以摇下来。哇，帮人不帮个，这就溜了。溜、啊，溜、啊，溜、啊！哎呀！哎呀！等一等，小白打！哎，不能不能不能死！咱们飞靴，不能死！咱们飞靴，咱们离远一点。拿我走，拿我走！那边电击呢？锤到我了，这刀可以。你在哪吗？我来摸你吗？我打完了，晕到小木屋去。哦，来了。我死在现在还差一台新的。帮人帮到底。对，我马上死了啊！三秒后。你死不了，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哎，你怎么死了吧？你还有多少球？你还一半吧？我还有四分之一的球，怎么可能一半啊？他一抓到我一波。哦。他就不让我了，我还有大半。哎呦呦呦呦！修刀，我来了。你电机还剩多少大门？我修一半了，我是修小木屋的。修小木屋？啊，大门修不了，他说的。走，不能行，不能行，我跟你一块儿，全你能行。哎，他过来金身，快好了，大概二十秒，四秒钟的时间，这把抓不了，啊，长女，我们这边快压了，再死，啊，天哪，你怎么敢往外面挂，兄弟？不要骗金身了，我娃娃去贴门。跟皮卡丘，跟皮卡丘送个办卡，跟皮卡丘。好气啊！好气啊！不要啦！再扛两刀，可能能摇下来。逗乐。真他妈的再扛两刀！哎呀，我操！哎，再扛一刀！哎，小我，小我，把哥哥小我了，七出血出来了，我了，压好了吗？压好了，压好了。那我上去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会儿，娃娃还没贴到门。我操！他杀我！他很生气了，他恨我。没事，他带着闪现，他带着闪现。他生气了，他求我了。能不能过来？你能不能过来，小文？我帮你吸。我死了，他气死了这个人。我来了。估计要编我尸，我怀疑。他估计要编我这个手，他肯定是不会放我。他估计要编我。我帮你摸一摸。啊，边啊，来三。摸出来是个啥？哎，给你根针，你要不要？大门开了吗？我有活命。开了。等会儿，等他一刀斩结束。我勾引。勾引。他肯定要弄死我，你是不是被发现了？弄我。你小心点。弄你我救了。他没看到我。我救了。他不会放我的。他恨我，他锤死我，他给我骗两个金身，他给我骗了两个金身，他很气我，他不让我走，杀不死我这个，没事，金身马上快了，金身不是一刀马上好了。
去帮忙一下吧。我先把他健身给破了。然后妹走，走。走了。我要死了。买了，买了。慢点，怎么说？别，我觉得有四跑的机会，慢点。OK， 来。万一你这么听话了吗？万一。别皮嘛，我觉得我可以走吧，他一刀没了呀。你有球吗？有球吗？我有球，我有球，我没球，我有球。你救我，我一刀直接走。你能拿起球来？我操，我就厄运，不是一刀。你厄不厄运的都是一刀，好吧？他没有一刀斩，没一刀了，是个厄运。你们在玩什么？我要死。万年，你能爬出去吗？万年，你快摸！万年，我在摸。别放弃。最棒的呀，我上天了。这个哎呦，我一半摸一半了，我受不了了。你快摸，我憋不住了，对不对？我想他妈笑出来。我看那边情况，天晴了，超哥这边好像是要被，我又觉得我行了啊，平局，可能是要平局，完了，那再玩不了，电机锁住了，那我们是不给你编我的机会，真投降啊，不给你编我的机会，哎呀，三杀了，三杀了，可以。那个必等拳，我靠！结束了吗？他们这边赢了。啊？咱们赢了。哦，那我知道了。他们。我操！好吧，跳出去了，不小心按到了。哎呀，可以玩蜥蜴对吧？看单元，两个看单元，一个先吃。小丑。哎，我在红地毯。他应该是在四号机。我陆地的。在四号机是吧？我在七号机。我在一号。我人在小木屋，OK。小木屋有鸡吗？有。那我炸吧。地下室。大王往小木屋推了，小丑。那谁呀？往哪边拉了？小木屋到小门，啊，就是啦，这个人娃死了，万宁他找你，没事，给他，我想偷他一手电锯，现在推进器太多了，偷了他都不难受，进去了，啊，我在小门子。我在跟你们修，好，加油！他现在还没有闪现的衣服。他聚板了，他不是闪现。他是金身，小心一点。他会带市场吗？有个园丁哎。我也没拆椅子，他万一就加了一点技能点，哎，还有电锯刀，我就炸了。没事，这搞就不错了。没关系，很棒的。哎，木走着。超哥，哎，三炮好，不错。哎，我摸你，摸你，来这个窗口，来这个窗口，窗口安全一点。来摸你，你摸我吧。摸，你还要摸吗？Q， 你能把他精神逼出来吗？不说话。那不能，我觉得不行。觉得不行。死了，我死了，你没了。来，他要牵我。他牵你不敢撞啊。这边椅子被艾丽拆了，没有，墓地没拆，墓地。拆得掉吗？墓地没拆，唯独就墓地没拆。你们先救鸡，等我，我带我去救他。问题不大。他精神不交的话，我不能装。
小丑可能不是金身，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他把那个不叫啥板子了，主要是我知道接下来我怎么整点板子被玩完了，走把顶，我把他墓地椅子拆了啊。Q 断了，我跑了，我跑了，我打断了，啊啊、对不起，往墓地跑，墓地往墓地跑，墓地没椅子，对不起，我在这边，小门有椅子呀，你拆了是吗？我以为没，小门没拆，小门有，小门有椅子，这波心太崩了，我去救你，然后你往墓地死。对，往墓地死，有搏命是吗？我往墓地死。对，我有搏命，哎呀，没有搏命，完了，我不救了。要帮忙吧，艾莉，你要帮忙、哎。就算了，我没有搏命啊，先跟你说啊，我才想到，我以为他这把他要针对我。你没有搏命，我没带。那我来看你，打死了我了。打死你还行，那跑了，他没金身战士，他应该杀不了超 Q。没事，他是金身超 Q。我去跟，问题不大，我觉得还有机会。我去跟。给个信号，去。他在小木屋。啊，我在小木屋。地方有点远啊，抓不到。啊，五千去，我没有。卖了，没办法。卖了。这个太远了，拉不到。这边默默杀了一个人，我操，你敢行？他居然杀人了！我操，默默杀人了，我靠！杀人了。默默他做到了，他竟然杀人了，他可以保持。救我了，有，那我去救。他救吧，我是墓地，墓地没椅子。好，我去修了。那我也去修了。快亮！你们差多少啊，把你？我这台是新的，挂不了它，挂不了，快丢起来了。啊，丢了。喂，你干嘛？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宝，这帮你撞一波，你走。啊，到你了，直接转点，可以转点。这波熏还挺久的，可以再跑到墓地。哎，我摸嘛，我看他杀我。他是有多怕我？他是有多慌、啊？他这个椅子也拆了，滑下来了。没有，他不敢，他不敢。估计能挂过去。这小木屋还有椅子。他没意思、啊哦、有前面有前面有对平局了他要被追到对完了你可以修了万宁他过来抓我了好你可以死了万宁哎，没事，他还拆椅子，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椅子马上给你拆了。他去你抓你了，艾薇，快抓你了，艾薇。你们这是干啥？怎么回事？杀人了吗？木木，我杀人了呀。几个？两个。没事，我们能赢。我一点都不信。被一刀斩。没一刀斩，你咋杀输了？你咋飞天了？爆爆瓶，我怎么死了？你问爆爆瓶。我不问。不要问我，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我不问。我不知道。不用我，我去小木屋修。我这边刚转过头来，我这一看，研究在拆椅子，你知道吧？多恐怖！我都翻仓了。爆瓶一下推过来，给让瓶吧。我修十分之一了，就你，我就帮他，再我帮他顶。
好稳啊，这个人，这个人贼稳。天气啊，天气我知道，我看到了，快打！妈的，老子算了，我起不来了。怎么说？局势很尴尬。找墓地，找墓地。哦，不好转呐、啊，转不过去，墓地太远了。Q， 刚刚不是我玩的，刚才是鬼玩的。我一直在解说，我没有玩。一顿溜，我操！你修动吗？你应该修动。修动了，修动了，不好，它有无限区吗？敢不敢赢呢？哎，你们打的，你们打的是那个那哪个队来着？打不了。混子，混子，混子队。哦，就是打美斯嘛，差不多。啊、哦。橙子。打不了，他是混子队吗？没有，他们改人了，他们名，他现在战队名就叫混子战队。哦。反正也不是原来本 W 是吧？第一把我被追了，结果我们。也被三杀了，你们也被三杀了。我们交流失误了，我们没打好。我们就打，我们人类这边就打两把，第三把他们弃权了。好了好了，不和你们说了，我去看回放了。他们小组赛赢了就赢了吗？还是说还要再赢一场？他在打、啊？没有啊，肯定还要再打呀。一样。哎。我要溜到废墟来啦！可以，刚好我在废墟，我都不用去找你。为什么修这么慢？不知道啊。不知道呀。不务正业。走啊！哎呀！你来三连，你来三连，你就无敌了。我来不了呀，大姐。哎呀妈呀，疯狂拆我椅子，疯狂拆我板子。不务正业，他在拆椅子吗？帮你扛了一刀，快快快！我不需要你看，你不要送刀。里面没有弹机，你吃的刀，你非要分说帮我扛的刀，你一个逼。快快快，转三连。这个屁明明是自己吃的，他非要说帮我扛了一刀，你大彪的！你走，你走，你走，走走，我要转女神像。OK， 转转转转转。他现在防我一手。不用管，插眼的。你在干什么吗？你？你撞个屁！你撞的是原地吗？撞点撞点撞点，真撞到了！你放屁！撞到了，撞到了，快走！快走，不用鸟了，你不用撞了。OK OK， 给我鸟，给我鸟，给我鸟！你在浪，你在浪！我跟你说，你是个演员。没事，这没椅子。哇，这边椅子都没了。给他全压好了，他上场没休息。爆了，这个人，这边连个椅子都没有。牛屁啊！爆爆熊杀一个了。
宝囊他又行了，宝宝。超 Q 救！超 Q， 你要不要想一下你能救人嘞？哇，好多球！老子！你救人，我给你鸟。你要鸟的时候说啊，提前说。我觉得他不行。哎呦，可以，超 Q 偷 ，nice。谁要鸟？嗯？没事，超 Q 要不要鸟？不要不要。我这边已经过字了。我医院里面修很多的呀。需要艾莉帮你修了，我这边马上修完了。艾莉在修吗？艾莉在哪？我他在拆椅子。嗯，以后我谁救下来我，我拉个球直接去废墟。我给你鸟，我给你鸟，我给你鸟。给艾莉鸟。给艾莉，给艾莉。快来快来快来！三二。修一半了。我给万宁，我给艾莉鸟了。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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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修了吗，臭彪？修了，我在修了，修到加速了。你应该往三连拉的。你不是拆了废墟的吗？没有，一废墟还有，还没拆完。三连安全。能不能开？能不能开？能不能开？还不能开，还差一点。那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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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平。万宁不要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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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了啊！我开了啊！开开开！我以为你把废墟都拆了，我应该拉三连。你都没有听清楚他拆的是哪边的。我说我下来就拉球去废墟，他们也没有。我来勾引，我来勾引，我来勾引。就是那边负责。他去大门了，他去大门了，大门直接走，大门直接走。走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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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到了三连了。看我能不能把大门开了。抱抱熊四杀，开玩笑的，他杀两个。他只杀了两个吗？哎，薄命！哎，你垫的呀？哎，别被闪跑了，抱抱能。哎，完了，他好气。可以走啊，你们走，我这边有地窖，我这边有地窖。来，你早说嘛！哎呀，来看看，快，快爬起来！哇，这个真的不能怪我。你们这边起跑啊 ？Hello， 我们这边三杀。喂、哎，什么？什么不走呢？管不上，管不上，摇！哇操，又输了，是我吧？有，史上有椅子挂得上的。我这边本来实在有椅子吗？他不是死了吗？挂不上了，挂不上了，挂不上了。平局，没事没事，怎么挂不啊？没事。你超哥，你爬吧，你那边没有椅子了。对，我这边没椅子呀，我怕的。你爬呀。你面前就是一个椅子，超哥，你说你没有椅子了。那个前方还有国民呢。看你右边，看你右边。拆过了，那不嘛，拆都歪了。哦，我这边看的是好的。看还这么多球。难受。他不会没教过，忘记这件事情。被我打，他手，刚才救人没救好。我没了。什么叫做我这个演员？我的天，我在帮他争取时间啊！超哥，你能走吗？Q 总能救我一波吗？地窖，地窖，地窖，走位，那啥，哈哈哈！哎呦，本来我是把他们保平的，对面那个前锋，他搏命一直没交过。干什么技能不都一样吗？喂，我在斯科院，他在小木杰克一样。哎，龙王你休息来，他往沙发走了，他往那双那个集装箱。我不管他干艾莉了，没有了，他不追哦，他肯定要追你，他追你呢。追我了，追我了。要不要鸟？不要。
山荣改地，山荣四个板卡改基地，山荣的板卡改基地，山荣要不要鸟？不要不要不要，死不了。还不要吗？不要，死不了。哎，没事，哎，人家熟人都是。要死了！我就给不了你，你这说的太快了。说完你说行，他妈是跟上了。哦，准备你加鸟这个。刚才修的中场的是吗？行，好像对面这个屋打停了呗。鸟的摸到他给。好了，输了，输了。哎，他没打。喊了我给你一鸟吧，他估计是插眼。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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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不要鸟啊！你是什么鸟啊？默默，红加绿是黄是不是？默默，这不是红吗？红加绿等于黄，懂我意思吗？你还没明白什么意思吗？我说啊！你在干什么？哎，这能玩啥呀？我操！不用给你了，就不用你了。闪现，闪现，闪现，杰克！救了！我不用了。黄华摸起来了。我来先起，我来摸你。让他打你一刀，打你一刀，让他打你一刀，揍他！我摸起来了。那你能摇下来吗？我摇不下来了。摸我啊！来，那我去带我撞。我觉得可以，这局还有希望。还有希望。超 Q， 你超 Q， 超 Q， 超 Q。耶，我背。欢迎能。我觉得还有希望，超 Q， 你别。你好好商量，你好好商量，超 Q。卖了，不行了，太远了。你摸我吧。他我都忘记摸了。他打了无人了。早点给，可以跟一波，很舒服。对啊，我的鸟可以早点给你。啊，他走了，他走去找你俩了。那我们俩摸好。准备抢机啊！他过来了。过来了，默默。我走了。让，他抓你。Bad people on you， 还要抓你的。开个闪现可能行。偷着，打了还打自己的，他随时转嘛。万宁你在哪？万宁。耶，来追我来了。万宁。万宁在杀人。什么？万宁不是在杀人吗？超哥，你在哪？我在那个是啥？三连啊？这是三连的哪台机？这里面那台机？什么鬼？什么三连？发个信息。大门呗。对。你快摸我！我来了。咦，空了。你先摸我吧，你不超哥。我被震慑了！被震慑了！我哪台机摸过呀？咱们还差一台啊！没事，他那边有机子，我先帮他，先帮你把这些出来。那台谁在开啊？那边。我待会知道你还有 buff 的，小哥。我来了，我还半个球，我很强。这波我 C 了。可能又行，谁那边有台机子呀？谁那边？我又行了。他这边有机子，他这个是这个，我想试一试，万一他砍不到呢？你说枪内砍，过来拦我了。不过还是有东西的。我这波应该过不了吧？这都中死了，完了。有希望，还能赢，还有希望的。我要捞你了。捞我呀！你傻笑啊！能自己吗 ？Q， 能自己，我能自己。你先自己吧，我先修一会儿机子吧，电机不够。多少啊？电台？一半。好，我是补电台。
跑掉。我多休一会儿，多摊一会儿。人家跑了一个了啊！一下接手机，可我去救他。一点机会都不给啊！哎，可以，太慢了。那我觉得我还能活，他连闪现都没有。没事，我帮他顶，我帮他顶，你修，你修，我帮他顶。没事，没事，你修，你修，还有希望，还有希望。好，有希望。到数字了，我到数字了。还需要再帮一波，帮一波，帮一波都可以，再帮一波就。再装不下。累死了。可以了，可以了，我差不多压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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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开了。差不多压了是吗？开开开开！咱们开不了了，开不了了。没没没，一起开。开开开开开开！没没没没没没！撞撞撞一下，撞一下，撞一下，撞一下！云南，太搞笑了！哎哎，可以可以可以！啊啊！你在干什么？爆要没了，快跑快跑！我日！你开小门，然后爆熊一会儿。赶紧赶紧，快看 Q 里边，赶紧赶紧，他挂我！哎，没有没有，他挂我了，挂我了，挂我了。大门你在开吗？你后你几层后头啊 ？Q 要开小门，两层两层。两层不够啊！我操！那小门。他打我有点不舒服了，这波不好打了，好吧？他这边你在开小门吗？要不你直接绕过去吧 ，Q， 你再赌一波绕过去。我来救一波，来救一波，我觉得我能救。你可以救，你还绕不过去。我救，我救，我救，我救。他找我，他找我，他找我，他找我。然后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别别别别别，回来了，回来了。你开大门吧，你开大门，我绕过去，你开大门。不，我偷，我偷，我偷。别偷我，找满血偷一波，我能偷，我能偷。对，我偷了，我偷了，我偷了。Nice。偷，快跑，快跑，我开小门，再跑，再跑，再跑。他要抓我，你们开门，他要抓我。直开，直开。来来来！哎呦，这个他能打到我？你又没了，我看吗 ？Q 了三层了，哎呀，闪现了，怎么又回来了？他三层了，三哥死了。两层，我有地道吗？中路之间？我开了是真的，我没有地道。玩烂了！他快挂我喽！过半了吗？你过半了吗？我好像过半了，我死了，你救不到我了。关键跑几个、啊？跑三个。没有关系啊，很棒了，已经很棒了，没有关系。哎呀，我操！怎么这么打人？没事，两边都三跑了，保平了。这不行呀、啊！保平，保平，保平，保平。飞车。给他推一眼，
快啊，这门开的可以推演做完了。三个摸满几路啊？没被打几层啦？没了，我只有一两层。他金身放了，金身放了。摸摸一波，待会来拉你呗，就待会我来拉你。我有那个弹射，我有护具，帮你拿好吧。我在修这一排。我小王气修了一半。OK， 我知道了，他凉了。我走了。加油加油！我跟你说，他凉了。一查感真爆满，他忘了。修急了吗？你在骗谁？我操，修了三分之一了，我跟你说，现在电机就差完整的一台，很少，就一台而已。我他妈了，我活了 ，Q， 我活了，你呢？我往后跑的，活着。进小房 ，Q， 他在窗外，别跳，走位，反绕你了。老板，我前台。躲乌刃，准备好躲乌刃，走位。快走！快修！我行了！我要被推了！怎么我被推了？四号院在修。我去后面。
过来了，带过来了。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行行行，没走，来到小破屋啊！来了 ，Q。小木，我要休息了。他追我们。加油，再坚持一半。追我，追我，追我！追你，追你，追你，追你！我坚持不了，我坚持不了，我真坚持，我坚持不了，我就。没事，你上挂飞。那个四合院没四合院没椅子，他挂不过去，他只能挂这边。你们先休。嗯。报告兄，你上挂。周叔，周超哥，超哥，过来休息，过来休息，我要去救人。没椅子吧？小木，小木，没椅子，他挂不上去，我能摇下来。这把赢了。赢了他哥他追你了，小心，找你，他在找超哥。他在我那，他，我给他喝耳朵，我躲。我在开门，我在开门，我在开门。开小门吗？我不开了，他追我了。过去摸小门。先去爬楼。那我走了，我到大门。来自。Nice。Nice 个锤子。还有自己妈丢。你几层啊 ，Q？ 大门了，我来大门了。大门了，那咱们走吧。没有意思，我保不了。没椅子，没椅子，木木摇，没椅子。你放屁！这前面的是啥？我要等。他怎么打平了还是输了？平了。这把平了。平了还行啊，可以了。咋的？这把开局雪崩啊？我都没。被你秒倒。万一秒倒，我没撞到，我操！直接雪崩了，这开局。不错了，我操！好，回来喽！我小房他抓我了，这个是一个撞脸龟，我待会儿会给他砍一下。真的不？我的小门。争取些时间。这个位置也是个撞脸位。撞脸位。在我这，在我这边，小房，我卡个死角。我的心跳，哎，他看到是我了吗？他走了，四合院走了，直接走了。你修吗？你修，我走，我就说人忘记。我问你修。杰哥，杰哥，我大王跑了。行，我修桥。把我娃娃打了，他把艾莉的娃娃杀了。哇，这奇怪，咱们有那个机械师吗？想对啊，幸而高级机械师，有自带这个，他来锤我了，哎。把小王走了，默默，他搞你。好、啊，发现我在这里，他知道小王不是我。四合院我来了，四合院让一让，老板让一让。哎，我让了，我给他娃娃让。你娃娃去哪台？哪里？四合院。吸。哎，娃娃没了。娃娃又死了。快点。巨兽的黄鸡，还得要翻两次。哪里板子？金身，我操！金身都出来了，金身不值钱啊，不要钱啊。金身是真的不要钱。我去修四合院。你修，你修，你修。东华就我在修。小王是默默的遗产机。他的金身已经交了，要等一百秒。他金身这么交，他就把没了呀。疼！哟，抢了！疼！他贴满了，新星版。哎、来了。咦，没有误认出来，尴不尴尬，弟弟？Thank you.
活死了。我靠！大伙儿为什么电击？哎，把弹晕了。弹晕了。哎呀，我割断刀了。爆了，看我还在。等一会儿，我修了两台了。我也快了。还差一袋人皇和小门，我们压最后一台去打团怎么样？就是，张九张九有宝没事，别慌。谁能来救？好来、啊，怕啥呀？我可啊！摸我找个地方，我帮你撞。这里吗？你找个板子吧，有没有板子？没有板子了，只有窗户。发现号，找不到你了。这里。我看了，看了。我翻过去窗户，在这里。看了。啊哈！他隐身过来了。跑的贼加快、哎。他在套路你。嘿嘿，哎，打不过来。压好了，压好了。压好了，还得压好了。啊、我把门开掉，我再开大门。哦，小门也开了，木木能来不来吗？能来吗？我来不了，我要被干。超 Q 那边怎么还没有杀人？超 Q 就是不打的，难杀。来，我加速有没有？我加速有没有？我主位，先是主位。我走不了。他一刀斩都没有。我操，两个球！来，万娘你要干嘛？他挂了，来不及。如果三挂了。他把金身交了，这个人把金身交了，最后给交了。哎，这里有个球，他是跑鞋了呗。哎，我二怪，是吧？哎，我被这个屠夫干了。哎，傻瓜龟。我说被打了，又不是被干了。哎，怎么艾里又摸了个球？我的天哪！他摸了两个球。我摸了两个球，两个都拉完。超哥这边自杀了，好像。他自杀了吗？爽了。为什么这里面会有堂哥？我操，我看不懂。堂哥为什么在里面？这里面有堂哥吗？看看。哇，这里面居然有堂哥！对啊。他啊，他把水友，他把水友换了，他把水友换成主播子了。先去忙了、啊。你先忙。哎，几点？我在。我在鬼屋二楼。奥特曼。蜘蛛，看了我都不想管。他在往那个桥那边走。帐篷桥，帐篷桥，帐篷桥。我说鬼屋后面过桥了，开始过桥了。咦，这一刀都没砍到吧？哇，没上去车。我要被三跑了，去死了！你一直得分量都不够，我这是指甲刀吗？为什么砍得这么短？松啊！
活生生的像个指甲刀。车在一号，不要鼓膜你。在一号。哎呀，我托宝贝被蹬死了。怎么回事啊？啊，你在干啥？还得蹬。我被修了。还有个娃娃。这边及时要补一下，我这边知道了，一会儿我去补你二号。最后艾莉，他娃也没了，他这个全没了，好吧，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我操，我觉得我都会的好，这个是谁？哦、两屁股坐死了。还就是他。猫黑，你在修哪个？走，他把你走。在修鬼屋。啊，他给送了。去了。我拉一波长球救艾莉，可以艾莉，我拉长球了，艾莉，这有车，这有车，对，我拉长球了，准备好，这可以上去了，不管了是不是？我很晕了很久，晕了很久。都快修完了，我一会儿修二号机，你补了吗？还是我去补？哎，我这边。哎，他妈的，这出 QDE 了，我操！哎，好他妈烦，这波。我魔力。这波本来死不了。我跟你说，我这局本来是应该三杀的，但是我输了。你能保一下艾莉吗？去。保的。他跳下去了，跳下去了。你被他妈已经跑了，那我玩你个锤子！跑了三个瞬间，我靠！靠墙边，艾莉，你靠墙边，你靠墙边，我们在墙里边垫着。我得冒个球。我这边还没去玩，那边都他妈跑了。这是没有给压力吗？这是怎么？不说话。我卡了。你卡了。哎，我抱那个球，能垫吗？我被冲死了！你死了 Q， 我靠！你怎么死？对啊！我操！你都死了！就死了！你在哪儿？地方？哎，可以出来，可以！我操！啊！我在里边！看到了！这你为什么在里边被杀了？丢了！跑不动！啊、我能顶，我能顶，我还能顶，我还能顶，我还行。哎，猫黑能说话吗？操！我点错了，怎么拉球了？我妈该走位了。猫黑，太阳不能说话，抱我。哇，猫黑是小姐姐。没了，就是有点听不清，声音太小了。对啊，听不清。我觉得我能摸起来，我觉得我行。等一下，我能撞他，我起身可以撞他，你信不信？喂，超哥，你信不信？不行，你别起来了，你信不信？三、二、一，来了，宝贝。啊，很舒服啊，看到没有？走，我觉得还可以。再把你一走。我死了，你快吧，小五姐姐出。小 Q， 你说你几秒死？咱们打个赌。三秒吧，你给我赌你五、四秒、三秒、三、二、一，一波加速，两波加速。哎，他迷了。他迷了？为什么？啊，追丢了刚才。他敢不就买三速四啊？哎呀，
坐车走。坐车坐车坐。然后我摸一下。找你们来了啊。OK， 找我们来了，我上去，我上去。问题不大。修过呀，哪台机修过？那边没有车。没车。这个车把超 Q 给开走了。别跑了啊！好，我看到了，我在桥上修。丢了，操！粗鄙之言，口吐芬芳，死！哎呀！哎呀！拉一百。哎，咋了？我能快爆爆能，爆爆能，你熊啊！快爆爆能！走位，来死！加油，爆爆能！我没死，我没死，我还活着。下一台还有一台修哥。我再摸个球才有机会，对吧？两个球不够用，再来一台。我摸到真了，你能修机吗？我知道，我不知道你还修过。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哈。我能去救他。那我修一台新的了，只有一台新的了。你先，等一下，我去偷，看能不能偷他。我尽量偷一波。卡满救了，救不到，救不到。他妈的，过来锤我了！啊！啊！不要啊！走位啊！来死！动吧这边。我能，我修一半了，好不能。没走。吐死我了，顶不住了，兄弟，顶不住了。实在是顶不住了，好了，我修了三，你他妈修了三台，我靠，你怎么修的，我靠？我在小木屋，我也在小木屋。他在废墟，他在废墟，怎么可能三个人在小木屋？小丑哎！他在废墟哦，可能一会儿会往小木屋走，小丑哦。超哥，我跟你说，你死了我不救。哎呀，你是真理菜，我跟你说，你还是个地下室，不救了，不救了，不救了，你上去死吧，你上去死吧，你上去死吧，你还是个地下室。不是，我没有技术，超遗憾嘛。哎，哎，你的这个死的方法真的，你这个倒的像被震慑，你知道吗？你这个死的像被震慑了，你知道吗？你死的也太快了。你哪来的四层？但我手上有四层，我真的有四层，你给我救下来，我就进大房了，跑了。艾莉救你吗？那我救了。艾莉，他在干嘛？啊，我的关节。我已经差不多在修第二台电机了。救一下，别摸了，救一下，没了。艾莉在摸人，我举报了。不是说好了吗？谁上输了谁不救了。完了，我有四层猴头。
能救下来吧？没了，他摸人。我跟你说了，谁上树谁倒霉。艾莉，救一下我！艾莉，我的电机还差好多，等我修完啊！你不要了，电机不要了，你没有救我比较重要。艾莉，快了，我马上过马了。你别快了，你都快了，我不相信你快！艾莉，小姐姐，猫黑，小姐姐，现在救一下我，救救我！哎呦，还是小姐姐好，我跟你说。我卖了，卖了！怎么变了，艾莉？亮了！猫姐，真的了！哎，说着玩的，你们也太认真了。说了谁上树谁倒霉了吗？不可能哎，我们都是队友哎。啊，那边还有个人在招手，我的天！没了，旋转跳跃，闭着眼上天了。对呀，抱抱熊面前空刀。是我，你怎么？啊！这个闪现是什么鬼吧？都干了！我看到你被打，他都不救我，把他卖了。哎，这一巴掌摔下去！我感觉他们这个好像也是主播队啊。艾莉狗活到最后，忘了这个人。你是哎，超 Q， 你是怎么倒成的？像被震慑了一样。他突然不动了，我就没办法。咋来？你明明是被震慑了一样，好吧？这边死了，一个拉锯。啊，他不拉。他能走地窖吗？这边没有地窖，我跟你说。没有。这边也没有地窖，我跟你说。地窖好像是在那个女神家。哎，我们是打算打到晚上七点吗？什么？对吧？我那个闪现为什么打不到他？我操！我就很无语，好吧。我想
我这样说我有点渣，然后这个人就给了我个正事，谢了。这鸟给的喵，满分。这基本是炸了。这佣兵可能还会再救一次，佣兵没治愈了，不救了，他走了。空闪了，太急了，太急了。
真就直接点啊？这么狠的吗？平了。就因为大房子空了一个闪，导致平局了，太急了。